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小帮手，姐姐也是。我们身高必须非常非常靠近甜点，好，他的眼睛必须要很贴近甜点的这个距离，才能够呢把这样的一个精致度抓出来。有一颗很精致哈，所以他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他必须非常的专注。然后右上呢，他其实非常有美感哦，好，所以在每一个创作过程当中，他绝不马虎。好，现在是这个玫瑰花，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玫瑰花的一个甜点。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表面哈，但其实呢，这个甜点的一个它的一个里头的一个设计呢，具有多层次、非常不同口感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蓝带甜点的这个奇妙的一个味觉的变化。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右昌呢在玫瑰上面呢放上了很漂亮的一颗一颗的小珍珠。你看到它必须要很贴近，非常贴近这个甜点跟这一些材料，才有办法完成这一些的动作。每一个细节呢都不马虎。好，这两款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一个韩巴母亲节的活动里面呢所要来创造的。是母亲节的关系，所以我在外观上呈现让它呈现大红色的部分，希望这个代表了热情的心。然后内线部分我使用了可以代表母亲节最应景的红色玫瑰花花瓣，也是使用大花农场的有机玫瑰花，然后把它做成内馅，然后融入到里面的覆盆子的慕斯里面做夹层，让它有酸甜的口感，也是很符合一个女性的喜欢的口味和搭配，然后再把它搭上法国的酥脆的那个塔皮，然后让整体的口味跟口感更为丰富。然后这是我对，作为母亲节的礼物，要花两天的时间，因为它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的去呈现或成型，所以比如说今天要先做前面的50%的部分，隔一天才能做剩下50%的部分，就是比较繁复的工作。为什么用红色？因为红色代表对一个母亲的爱。是一个炽热的内心。这两个内容都一样吗？这两个内容是一样。它是玫瑰花的那个，这个是一个法国经典造型的一个圆形慕斯的造型。